非常开心，也非常荣幸，因为也没想过自己有一天可以入选一个暖男的一个比赛，所以非常荣幸。谢谢你们支持，那我相信我会继续扮演好暖男的这个角色。我有看到入围的众多男神们，就觉得其实大家真的都很棒，然后也不强求，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很温暖的一面。很多事情如果现在不去做，可能会后悔一辈子。就其实只要勇敢的去追求自己觉得对的事情，那就一定是对的。很开心，就是从我结婚生小孩之后的一路上的改变，然后看到大家的支持，然后给我很多的鼓励跟很多掌声或是一些正面的声音，我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。那接下来的路我也会继续的加油，然后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修杰楷。2016网路人气大赏，我是修杰楷，记得一定要投给我。